结婚了，今天当然是要去度蜜月啦。已经隔了两三年没有出国了，距离我上次最后一团从泰国回来是2020年3月6号，所以差不多就是2年半的时间。这个是9/11之后是最大的。谢谢，最勇敢的，勇敢，一百分。送给你，戴一个红一个哈，啊，给你戴惊戴惊。其中有8位都是曾经跟我到过菲律宾去做组合屋的团队哈，很快的就驾轻就熟了。这里雪我看到吼，这漂亮，满意了，做了吼，这个在我足紧的了。的分散确实牵涉到的时间，它不是2-3个月可以解决。电网，我们的七叔做了十几年，到现在也还没有办法结案。电网的工程因为牵涉到很多要跟当地沟通等等的问题。爸，你要去哪里？木材，去到哪里？啊？哪里买？我看看吧。持续的在用FB IG 等等网络社群媒体来去PO这些假的求职讯息，来诈骗我们国人来去前往柬埔寨。